如今呢，走在街上，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人跪在地上啊，面前铺一大张彩印的告示，上面写着很多字儿，大都是 Are you ready to become one of us？ 骗子的花样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而且有的时候还很讲究。话说呢，前两天在陕西西安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哈，在一家医院的门口，你说不帮他们呢？显得冷漠，看着怪可怜的。要是我在一档，怪可怜的。